整坏了。49岁王祖贤近照曝光，曾经女神的脸到底怎么了？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，这句是用来形容很多迟暮的美儿都很合适。当年王祖贤在事业巅峰期离开娱乐圈去了加拿大，远离尘嚣，深居浅出，生活平静，几乎没有什么新闻，只余下永不过时的容颜和打扮，一直以来为吃瓜群众津津乐道。今年王祖贤几次晒自拍，大家貌似都不约而同盛赞女神有一张不老的容颜。近50岁了，居然看不出神马年龄感。一月初晒自拍，长发飘飘，颜值依旧。很多网友也感叹，说18岁我都信。三月由迪士尼晒自拍，戴着粉红色米奇帽卖萌，眉眼温婉，风采依旧。五月的侧颜自拍，有种当年的雪千寻即视感。然而最近网上流传出一组王祖贤的图片，额头凹陷，嘴部浮肿，面部僵硬，感叹时光流逝的同时，对女神感到惋惜，皮肤粗糙，面部扭曲，法令纹深重，老态尽显。这真的是王祖贤？完全和上面的照片判若两人。其实这是13年王祖贤返港时曝光过的一组旧照，网上爆料说是王祖贤车祸毁容后整容的照。他之后还特地发了视频和现照，否认自己整容失败的传闻。不过和自拍的颜值确实有差距，颜值崩坏图不是近照，但女神最近的自拍也是一言难尽，角度好的就看着还行。但是将镜头一拉近，面部僵硬，嘴唇浮肿，看来不老女神也难逃美人迟暮啊。的确，王祖贤淡出荧幕，淡出公众视线已经很久很久了，当年的美人早已泯然众人，但任凭任何人叹息美人迟暮，却不曾惋惜，因为她如夏花般绚烂的青春停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，如此清晰。至少她曾经非常非常的美过。上世纪90年代，王祖贤是在日本、韩国最受欢迎的华人女星，还被亚洲媒体誉为亚洲第一美腿。1984年，17岁的王祖贤因为电影《湖畔幽魂》正式入行。她的美让一切文字苍白。怪我那时年少，如今方觉你的风骨。浓眉，杏仁眼，菱角嘴，王祖贤的古典是浸在骨子里的，清秀的背后是动人心魄的美。你以为人家只有纤纤弱骨，谁知人家刚柔并济，阳光气息扑面而来。由于父亲是篮球运动员，
王祖贤自小在篮球队练习，一头不加修饰的短发就让人看出清水芙蓉的惊艳感。之前有段时间，他打篮球的英姿在网上疯传，现在回头看他当年的打扮，一字眉，复古衫，再时髦不过。想必大家心中最美的聂小倩不过如此了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动起来的她更是美得让人窒息。从轰轰烈烈地惊艳了一代人，到现在还是屹立不倒的女神，或许是她潇洒自信的姿态和从容面对岁月流逝的心态吧。都说美人迟暮，不过劳逸。